本技术是智慧防治系统应用于波地果树之核心技术，团队成员如下。本团队创新特色是找出适用于荔枝春象防治的最佳剂量，以无人机即时影像辨识判读荔枝春象发生的位置，整合智慧化物联网即时监控系统，利用三维智慧化路径规划，搭配本团队所研发适用于波地果树之植保机自动导航至荔枝春象好发区进行作物喷洒，来解决目前人力老化及施药困难的问题。本技术的服务情境适合应用于波地果树，以无人机进行荔枝春象的即时影像辨识，加上环境感测资讯，可以有效预测荔枝春象未来容易发生的位置，配合本团队所研发之植保机，可以有效降低 70% 以上的荔枝春象防治用药。